我们还年轻里面真的全都是俊男靓女啊，杨幂旗下的两位当红小花旦也是在里面，这次乔欣在里面的造型真是美了，不知道在新剧里面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子的表演。好像乔欣和黛丝的感情还不错，直接把头枕在了黛丝的肩膀上，乔欣好不容易美一次，想不到还是被黛丝给抢了镜头。自从跟迪热巴比较被完败，这次又遇到热巴的队友，不知道一番比较下来又会怎样，你们觉得谁更美？黛丝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，高中就读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，2011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班，在校期间曾获得奖学金，除了维吾尔语和中文，他还精通英语和俄语两国语言。黛丝不仅人美演技好，出演起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异族公主的角色完全能驾驭住，同时作为中戏校花级美女，黛丝素颜娟秀动人，在生活中她喜欢电影音乐，热爱时尚事业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。当黛丝身穿黑色古装皮革，再搭一件白色披风时，展现了她干练又帅气的一面。